看见这个缺点啊，你再打理，到时候啊，臂力一下以后面，你要发力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发力不太大力啊，打理一下，你再放分钟就按住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到时候我再找一个厉害的搭档。我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要，也让他看见我什么痛啊，不舒服的地方。我安置好一点，不要紧，这个不是理由。 我会把你们解决。我的筷子很大。 Thank you.
ยกตักอ่ะยกตักแกนี่ได้ไอ้ห่าอย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จะไปจะรอถามได้ชิดเดียวThank you.
这个六层的。